船长。哎呀，他没事儿，我们太空人已经机械飞升，不会生病也不会死。走，去舱里看看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大家怎么都……船长，有内鬼，内鬼把纳米病毒传播到机器人体内，机器会自爆。内鬼？谁是内鬼？你指给我看啊！内鬼就是小兰。你没有手机，你到底指的谁？我看不出来呀、啊。我们都是第一次来飞船，而且只有小黄在附近转悠。小黄神秘救我，不可能是他。难道说飞船里还有其他人？金兵，金兵耶！是氧气室，我们快去看看。这里怎么这么冷？飞船制氧需要液氮，液氮舱被一头猪砸坏了。那不是猪，是光头，光头变成冰块了。不好，别拔！啊啊啊啊